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导人圆盘引领活动攻略低配零抽号验证湍急奔流元神 4.8。 来，这边是导能圆盘第二天第二关倍率10倍队伍配置，先看一下我的角色啊，用到的是试用的神力连人、草主、精通剑、绝缘套、冲能杀、235冲能啊，莱伊拉、盾位，带防御生命就行了，40000的生命。凯亚的话，黎明、绝缘套、60215。小艾咪武器西风只有活动送的，是15黄金剧团80150。丽莎精通武器带的是冲晶晶700的精通，柯莱活动武器草套冲能杀200冲能，杭秋飞天御剑冲水包绝缘套62170 234的冲能，芭芭拉侍坐海染神秘35000，夹明活动武器精通大剑猎人四剑套48175，班尼特原木刀中式25000的本能的270的创是哪里来的，香菱四座青莲绝缘套76161235的充能好，剩下没有用到。这个第二关强度很高啊，对于零抽号来说啊，所以我这边 buff 是带满的，第一对是攻击力触发元素反应获得精通，第二队是带的是草队嘛，打草核为主精通，这边也是给精通，第三队嘉明这队也是打精通，但是这一队是要带攻击力啊，因为那个香菱带的是冲能杀攻击也不够，最中间这个是带这个巨怪。好了，开始挑战，好，出发，我来保护大家。彩雨流湖谢仙吧，哦，神女流顺幽三流水影，哦，谢爹爹，哦，爹置业换谢财哇，但把真很命该手波击了，湖知思成景秋水桑池剑影，哎呀哭呀呀呀呀呀哭呀呀，让你到黑之翼，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不会透过去，哎哈固华师密桑流水影哭这呀安息吧，哦紧急呀，我来讽刺大家五趁呀这呀嘿呀呀趁羽线难化形随神志哦啊哦进子断罪之谜，有大家在身边进神旅流属知思成景特苍流水影，蒙撒吧酥酥麻麻，对哦简唱开始嘿呵呵夹嘿，哎是啊试试这个，大家加油哦，啊可以垫一垫了，
黑耶黑呵赖眼哇喂嘿怎么会可别上你拜托了克里安吧嘿夹嘿呵哦嘿呀啊你呀嘿吧你丢了一把子烟的墙这样嘿别逃哟嘿好可以垫一垫了别逃哟酥酥麻麻的来跳舞吧嘿呵打起精神来哟嘿那我需要你的想蒙撒跑只要让我啊头烟我走行行文哎嗯是这个啊快点投降吧啊抱歉啊老师的见识下师父的枪法不动呀好运当头呵你神域监视了你的到来你呵呵令吾警示今年以你习五方如同居尔城的鲜花还组合着好观众小心着凉这个如何嘿哦嘿难得的柳活到此为止恩仔到你说啊嗯啊哥啊他之王会怎么样学行的任何要不满足就老实点嘿这茶呢僵死你别怎么讲不通就砸扁了别紧张放松我蹦眼不是吧你好看抱歉啊威水武兽呵好看哇嘿哈机主即刻作胜